王爷那儿有什么动静啊？啊，昨天夜里去大牢会了一下洪承畴，俩人斗了一通嘴，此刻正在睡大觉呢。睡觉？这会儿他还能睡得着觉啊？你呀，得多长几个心眼儿。王爷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那天呀，他假装来试探我要交出帅印，我刚这么一客气，他立刻就收回去了。哼，这帅印一天在他手里，我就一天不安生。你的正黄旗进城了没有啊？城里驻扎不下，有一半驻扎在城外。你要让他们马不离鞍刀不离手，随时听候调遣。这那个柳如是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在城里我已经像梳头发似的梳了好几遍，仍然不见踪影。只有抓住这个柳如是，才知道这首诗的前因后果。要真是王爷用这首诗嫁祸洪承畴，哼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太后圣明，微臣明白。禀太后，那个钱谦益已经绝食数日，眼看奄奄一息，急需太医救治。太医？哼，太医能治绝食吗？奴才无能。鳌拜。奴才在。我看你是不是有办法能治绝食啊？是夫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小女来晚了，让大人受了这么多苦。来人呐，快把这链条撤了。大人，您坐下。还能见到我真高兴。大人，三日之前我曾在这屋子上过吊，可是被人发现了并救了下来。小女原以为与大人的缘分已尽，可是今日又让小女我见到了大人，小女欣喜若狂。小女再也不让大人离开一步了，想你要一辈子守着大人。我已是将死之人了，姑娘不要因为我耽误了自己。你还年轻，找一个善良的人相伴终生。不，大人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在小女的心中，大人是无人可替代的。大人，我去给您喂饭。姑娘。大人。你今天为何穿这身衣服啊？那都是为了让您高兴啊，大人。要真是夫人，该多好啊！大人莫急，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会有这一天的。
大哥。啊，夫人，你看要的东西是不是这些？没错。嗯，倩儿。钱大人有没有下落？哦，最近几天城里城外来了许多清兵，潘门哨卡也增加了许多。外出打探消息，太不方便了。倩儿，将宋词全版包起来收好。哎，夫人，这宋词全版怎么会在您的手里？是多尔衮从马士英的手里缴获送给我的。多尔衮怎么要把这本书送给您呢？他做事自然有他的目的。唉，钱大人对此书真爱无比，我苦于无法将此书交到他手里。我此生有两件宝，一是夫人，一是宋词全版。可现在这两样东西都不在我身边。大人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想着夫人，可是夫人她是被太后通缉的要犯了，她是回不到您的身边的。王爷既然把小女许配给大人为妾，那么小女生是钱家的人，死是钱家的鬼，满人汉人都是人呢，为什么就不能合为一家呢？大人，你今天若是骂我打我杀我，我都不会走的。倘若苍天有眼，太后开恩，让夫人重回大人的身边，那么小女，那么小女就给大人和夫人做奴婢，照顾你们一辈子。大人，再见。你去告诉皇后，就说我前天已有要事禀报。启禀太后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起来吧。是。什么要事啊？奴婢已经弄清真相，劫走柳如是的并不是多尔衮王爷，也不是洪承畴大人，而是太湖的陈玉龙。哦，你是听谁说的？是钱大人亲口对我说的。太后开恩，放了钱大人吧。钱大人，你是何人呢？回太后，奴婢赛沁也是八旗的后代，伺候多尔衮王爷南下。多尔衮王爷为了能够让钱大人真心归顺大清，将奴婢许配给钱大人为妾。尽管钱大人至今未纳奴婢为妾，可是奴婢已经在钱大人身边服侍照料多日了。钱大人体弱多病，奴婢不忍心离开他呀。哦，这么痴情啊，倒真像是从关外来的姑娘。好，你告诉钱谦益，本太后念他开城归降之功，不会太为难他的。只要他与那个妖女柳如是断了，纳女为妾，我就还他一个礼部尚书的官位。太后，钱大人太固执了。多尔衮王爷也这么对他说过，可是他就是不听啊。那就让他固执去吧，下去吧。谢太后开恩，我会回去说服钱大人的。
哎，我们满人的女人呐，都是这么痴情。那钱谦益有什么好的？头上都顶着棺材了。鳌拜，奴才在。传我的懿旨，把我带来的这几十名满人的宫女，都赏给为大清忠心耿耿的汉人官员们，要他们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。这……哎呀，好了，我也该喘口气了。这一到南京啊，就在这宫里闷了好几日了。咱们也得出去溜达溜达，看看这秦淮风光啊。太后，要不要先通知江宁知府？不用，兴师动众的没意思。本太后也想来个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。王爷，您醒了吗？王爷，您醒了没有啊？王爷，贺乐慧，本王不就是起个床吗？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？他们是……你要知道，这是汉人的毛病啊，汉人的习惯。汉人的习惯都是好的吗？嗯，让他们都下去吧。这，你们都下去吧，下去吧。王爷，外边有人等着见您呢。什么人？这一大早你们都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！王爷，鳌拜带着正黄旗的人马强占我镶红旗领地，跟我们抢地盘，大伙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呢。照这样下去，非动刀动剑不可呀！太后纵容，鳌拜欺人太甚，王爷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王爷，大伙就等着你下命令呢。如此这般，还不如把人马拉出去，不在这里受窝囊气。对对，不在这里受窝囊气。王爷，您就下命令吧。王爷，您就下命令吧，我们出兵把正宫楼给包围起来。对，王爷。对，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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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给我滚！哥，您慢点喝的啊！二位里边请。来了，来两壶茶。哎，好。张公子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鸟儿，哎，鸟儿不错呀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上一次到了，我看的可不是这只鸟啊。金鹤天，哎，你可有天心呀！你看你飞起来，这一只小翅膀，不是那是那好，我这是小叶，哎，你这小音。哟，前面那个茶楼好生热闹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这，你们是想叫我的人马都撤出城去啊？想占山为王啊，还是落草为寇啊？本王是什么人？大清朝堂堂的嫡孙啊，是摄政王。你们以为我是南明朝的小皇帝朱由崧是吧？啊，王爷，大伙这是为您的前程担心呐。大伙跟着您出生入死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怕的是王爷您若有个闪失，这多年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啊。是王爷，是王爷。王爷，请王爷三思啊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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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在这儿听吧。嗯，将军。下去。出什么事了？王府里聚集了不少镶红旗的将领，有兵变的迹象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带一些人马去王府监视。太后只管放心听着。去吧。呀，二位考官，听书啊？是啊，有位吗？哎，有，进不去。过去吧。去，叫他们从头开始。啊，是。这台上唱的一句都听不懂，去找一个听得懂的人过来。这哦，小二。嗯，我问你，刚才跟你说话的是什么人？嗯，不知道，听口音好像是从北方来的。哦，他们说些什么？嗯，让他们停下来从头唱起。哦，这样，这事儿啊，我是班主，我来安排。啊，那好，那好。悲悲悲，气气气，凄凄凄，惨惨惨。风尘怨魂多，千载秦淮水更愁。嗯，多给他们点银子，带他们到宫里去唱。这相公小姐，这是我们家夫人赏赐的银两，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。你是谁？去哪里呀？我是谁不要紧，只要为我们家夫人唱几天堂会，自然有很多银子给你们。好吧，那你先走，我们收拾点东西，马上就来。嗯，快点啊。李大哥，我们到底去不去呀？你们都给我听着，严密监视这个宅子，不得让任何人出来。是。他顺治皇上，年轻幼稚，毫无治国方略。这大清江山若没有王爷，何谈入关？何谈南下？何谈统一？王爷，这皇帝的宝座不能让无功之人做个没完呐！现在是箭在弦上，千钧一发，若再迟疑，必然遗恨千古啊！王爷，您就下命令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如果你们再逼我，即谋反朝廷之罪。王爷，鳌拜大人在前门。王爷，末将所说全都是肺腑之言，你要是不下命令，我就把人马全都拉到外面去。来啊，在在，拉出去斩了。啊，这王爷，让我把话说完，让我把话说完呐。众将领请起。此次南下，如果有错误的话，那即是本王的错，与诸位将领毫无干系。但是，如果对朝廷有二心的话，
他就是下场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了，王爷。下去吧。走。是太后刚刚派人送来的礼部尚书的官服，太后说了，等您身体好些了，便正式上大殿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读皇上的册封谕旨呢。知道您博学多才，是江南文坛的领袖，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仰慕您。大人，您这辈子求的不就是个功成名就吗？明朝给您当了个礼部侍郎，南明小朝廷才给了您一个礼部尚书的空衔，可是现在大清朝不计前嫌，给您一个堂堂正正的礼部尚书，您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。大人，我们做女人的也求个名分，小女这辈子不求和大人白头偕老，但是倘若能够摊上个尚书夫人的名分，就算现在去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姑娘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呀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夫人。小女今天得到一个消息，但是不敢跟您说。有什么？赵志说。夫人，她已经打算改嫁陈玉龙了。什么？你又胡说！大人。不可能，夫人不是这样的人。大人，启禀太后，钱大人快不行了，太后你快救救钱大人吧。告诉太医要好好诊治，就说我知道了。谢太后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贝尔勒。奴太太。回头你先册封诏书，要家喻户晓。这。你说的那两个人呢？他们来了。上来吧。给太后请安。坐吧。坐这儿吧。是。少熙，你真狠心狠呐！Oh, dear.
别再唱了。太后，为什么不唱了？哼，这分明是话里有话，戏中有戏呀。嗯，小生不明白，太后话中有话，戏中有戏指的是什么？太后问你，这百家姓里有姓双溪的吗？双溪加起来不就是个多字吗？这分明是暗指多尔衮王爷呀。还有那个水大人，是不是指的洪承畴啊？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太后，我正是您悬赏缉拿的妖女柳如是。啊，好啊，都说你倾国倾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今儿个本太后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柳如是，你今天来这儿想跟太后说点什么吧？太后圣明。如此说来，这洪承畴是冤枉了。当然冤枉，太后难寻，如是我确实做了一幅仕女图，请王爷转赠给太后。可是里面提写的诗并不是天怒人怨，而是天地同庆。哟，人大人当着你不三叔了。哟，穿服啊，你拿着什么下我这一下可就升官了呀，当了大官了。这是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边挂上，挂上。微臣叩见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王爷啊，听说今儿上午你处决了一位大将，还暴尸三日。确有此事。这是为何呀？这个人对本朝有二心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所以微臣把他杀了。哼，王爷平日一向对部下很宽厚，今儿这样是不是有点反常？太后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想让你见一个人。来啊，带上来。嗯，王爷，久违了。王爷呀，这就是你要册封为福晋的妖女呀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？我问你，你要干什么？何大人，我奉太后遗旨上你府上找点东西。找什么东西？少废话。哎，你不能这样。哎，何大人，这是带走。王爷呀，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。你将柳如是献给太后的这幅仕女图改成反诗，暗中差人潜入洪大人的书房，用这些鸡鸣狗盗的雕虫小技来陷害洪大人。太后，你不能相信这个妖女的一派胡言呐、啊！她只是栽赃本王。放肆！太后，报。叩见皇太后。回禀太后，臣在王爷府中果然找到了这幅画，请太后过目。
下去吧。这柳如是，你把这画中诗给我念念。太湖养绿水，后宫藏粉黛，南国舞烟柳，巡天赏星河，九霄云作天，春耕金秋地，不为乾坤同，神州常有庆。太后，这前后八个字连起来正好是太后南巡天地同庆八个字。太妙了，好诗好诗啊。嗯，柳如是，本太后要赦你无罪，解除通缉，放你回家。从今往后你要好好做人，好自为之。谢太后。王爷，这下我们真的要分手了，你不想送我一句临别赠言吗？哼，就算是咱们的缘分未到。王爷，你要是我们汉人的王爷该多好啊。此话怎讲啊。王爷，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南文坛领袖、前朝礼部侍郎钱谦益，顺应潮流，开启南京城门，归顺大清，乃有识之士，故赏银万两，册封官爵二品，钦此。大人，皇恩浩荡，大人，您快谢恩呐！我代钱大人谢皇上。接旨吧。谢皇上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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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，大人，你不能死啊，大人，大人。哎呦，夫人，真是夫人呐、啊！怎么，还不到一年，连夫人都不认识了？哎，府里今天有什么喜事？连喜灯都挂上了。双喜临门，皇上封老爷为礼部尚书，又赏钱又送礼的，还有就是……还有什么？这，快说嘛！老爷娶满洲格格赛沁为妾，今天是大喜之日。啊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老爷在哪儿？我是如是啊，夫君，你不是说好了和我一起回去的吗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怎么先走了，夫君？你快看看我呀，夫君，我是如是。
太后驾到。快，洪大人。哎呦，洪大人。太后啊。洪大人，您老受委屈了。太后啊。来人呐，这把家给我去了。这老臣知道您会来的。哎呀，洪大人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来人，我洪大人出去。谢太后啊。哎，洪大人，洪大人，哎呀，你让我这通好找啊。赵老夫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听说你受苦了。啊，不提他了，不提他了。啊，我是专门来替钱大人还钱的。啊，这银子我不用他还，不用还了。哎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嗯，这一千两银票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哎呀，拿着吧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这收起来吧。哎，洪大人，我还要求您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您把这套官服转交给太后吧。您这是为何呀？哎，啊，我侯朝宗此生也经历了两朝了，官儿也做得不小了，可是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做官的快乐，反而到头落得个夫妻分离。这辈子我是不做官了，绝对不做了。侯公子啊，有一件事，老夫不该瞒你呀。你夫人李香君的下落，老夫早就获悉，只是怕惹是生非，所以没敢告诉你呀。洪大人，你知道香君的下落？在天池山的一个尼姑庵里。洪大人，你没骗我吧？哎呀，老夫何时骗过你呀？多谢洪大人，多谢洪大人。啊，给圣母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宣旨。多尔衮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清朝摄政王爷南征统帅多尔衮，虽百战进京，挥师南下，战功显赫，但居功自傲，骄横跋扈，杀戮大将，陷害忠良，延误大清江山一统之大业，故免其南征统帅之职，即刻回京复命。钦此。谢太后洪恩。鳌拜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清朝廷正黄旗都统鳌拜，中兴朝廷特授予南征统帅之职，即刻就任，完成统一神州之使命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王爷，感想如何？